推荐我推荐刚那件，嗯，不是刚那件，推荐我的菜，是不是有点意外是我的菜？对，那件穿起来，因为它穿起来非常的有气，我喜欢这个色，我也喜欢这个色，它搭我的小裙子，黑色吗？对，我喜欢让它有点这个不同风格。看一下，穿起来非常的优雅有气质。它是临江拼色棉麻短洋装，然后是整件都是棉麻材质的，然后是做对色的设计，就黑色拼燕麦杏色，嗯，然后燕麦杏色拼黑色，然后就是两个色，这个是黑色燕麦杏色，就是以身体比较多颜色的部分去区分、嗯、燕麦杏色。然后洋装它是没有内里的，所以燕麦杏色你需要另外再加衬衣，就是以防万一、哦、对，以防万一，就是你里面会需要衬衣。然后它的布料是棉麻材质，然后厚度中等吧，没有到很薄，没有到很薄，但也没有很厚。对，但也是厚。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你是夏天会穿长袖也穿得住的人，那这件洋装你夏天也可以穿。那如果说你是就是一点点都就是很怕热的话，那就是春天跟秋天，对，春天跟秋天穿。然后因为官网我有说，我不知道厂商秋天还会卖这件，然后我也怕它断货，所以我就先拿了，我就先买了。所以如果你很怕热，然后但你也喜欢这件，那你可以先买，买秋天再穿，对，秋天再穿。然后是做这样子方领的 V 领拼接，然后背后也是，没关系，我方领，背后也是这样。然后是背后是拉链穿，我这边是有拉链，但袖口它也是做拼色设计。对，还有一个扣子，对，就感觉说，其实看起来里面蛮柔软的，我觉得。对，穿在身上，那它就是 A 类的小洋装，就是整件就是 A 类，你甚至会曝光，它就穿起来拿着，穿起来很优雅的感觉。对，可以去参加婚礼，还有婚礼吗？我觉得你可以，嗯，我自己是搭靴子，官网我有穿这件，我觉得搭靴子的话是比较没那么综合掉它的那个甜的。对，因为小白现在是搭凉鞋，我觉得整体就蛮甜的。然后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是会搭军靴或是综合掉那个感觉，牛仔靴之类。然后冬天你就可以，就是比较冷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搭长靴，可以综合掉它的甜美感。然后两边有口袋。对 ，OK， 而且口袋蛮大的，对，都可以。这件看起来舒适，这件孕妈咪可以穿哦，孕妈咪可以穿，而且小个子的孕妈咪也蛮推荐，也可以穿。而且因为它没有，就是它没有内里的洋装，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的。因为如果内里的话，通常会被内里的那个宽度给限制住，对，因为通常外面妈妈的实际经验，通常外面的裙子的弹性会比较大嘛，但内里的弹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。没有当过妈不穿，是妈妈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没有，而且没有内里穿起来比较凉啊，妈妈就是很怕热啊。冬天的妈妈有很怕热吗？妈妈都超怕热的啊，真的体温就是比较高。为什么会比较高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是因为真的有两个人，对，就是会比较怕，妈妈就比较怕热啊，对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了，然后秋冬的时候穿，然后假设那时候有参加婚礼或什么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参加婚礼什么都很适合，就是它穿起来还蛮算是比较有气质，或是我觉得上班穿其实也都 OK。好，那我们就大家应该没有点菜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快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。